由南投县政府社会及劳动处所推动福利化社区小旗舰计划，在永丰社区开办一系列美劳舞蹈创作班，其中用跳舞来带动气氛，让长者更喜欢走出家中与人互动，透过舞蹈也能让他们跳出健康来。阿嬷跟着老师很有活力的跳舞，每个人都跳得很认真，体力一点也不输给年轻人。这是永丰社区小旗舰计划中的其中一个美劳舞蹈创意课程，用跳舞来带动气氛，不仅跳出欢乐，也跳出健康。我们社区是较新的社区，所以吼启动较慢，因为所以阮嘛是伫个学习中间吼。今日是第二堂课吼，是这个创意舞蹈吼。啊，今日这个小旗舰吼，咱会当甲南投市公所吼，甲咱四个社区吼结合，安尼大家来共同吼，甲这个旗舰吼。甲咱各社区交流吼，啊，甲即个时代会当行出来咱社区吼，啊，会当办即个旗舰的即个工作吼，啊，大家会当互相交叉啊，互相学习，啊，甲每个社区的特色吼，展现出来。老师利用轻松的歌曲和简单的舞步，每个动作都重复练习，虽然有很多地方跳不对，不过他们还是没放弃，继续认真学习。我特别印象会晓的是雨伞舞，今仔日这因有教一遍，但是我今仔才学的尔。我那较难的会去避唔到的嘛，会感觉足歹势。啊，是讲这无要紧，大家趣味快乐就好啦，嘿啦。感觉呢，和咱这个活动安尼吼，做了呢，对身体嘛足健康的啊，了。永丰社区发展协会比较其他社区是较晚成立，希望社区小旗舰的课程鼓励更多的老人来活动，落实快乐健康在地老化。